卵子一定要健康，他一定要会生，而且一定要生一个男宝宝。所以你们真的是在卖女儿。要当我们罗家的媳妇很简单，第一，卵子一定要健康。你们去医院做个检查，开个证明回来。我现在要过来，他一定要会生，而且一定要生一个男宝宝。第二，宝倩结婚以后啊，就跟我们住在这边，以后宝倩啊，就负责照顾我们三餐。第三，宝倩嫁到我们家之后啊，你们不准再跟宝宝拿钱了。你讲什么啊？我们跟你们拿钱？我们什么时候跟你们拿钱啊？宝宝不是帮你们还了债务？哎，不是啊，哎，那是因为你们宝宝跟我们宝倩讲说，说以后结婚了 大家就是一家人。是他自己愿意帮这个忙的啊。对啊，可是如果我没有处理这个债务的话，宝倩会愿意嫁给我吗？罗伦，我那时候跟你讲的事情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你们真的是在卖女儿？我们在卖女儿？你真的太过分了。你们被说是卖女儿，哪一个父母不暴怒呢？你是我的姐妹，有爸有妈，上门提亲，结果两家人当场大吵，还发现未来女婿竟然劈腿。都被拍到了，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不过这不影响我们结婚吧？毕竟我帮你们家还了10000万。不良心狗肺的东西，说什么东西？你们不要这样，我儿子说的也是实话呀。一开始我们的确嫌弃过你们的出身，但是罗伦坚持，我们也就不计较你们出身太差。多差啊？你说才出身，外面漂亮的女孩子多的是，宝倩她只是赢在她不怕鱼。不然我们那些感恩的祭礼怎么延续啊？我们家罗伦也不能继承罗家的产业。你们罗家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呀！嗨，你们开一个破早餐店，硬要把女儿嫁到我们罗家来，不是贪图我们家的钱财吗？谁贪？我才听不下去啊！冷静一下，他们怕鱼，尤家的人上啊！宝宝，你去跟你爸妈说一下好不好？我爸妈他们真的很怕鱼，他们在当下的时候，他恐慌就会发作的。宝宝，你去跟你爸妈。闭嘴！不要，不要，拜托你，求你，求你不要。